走啊，走啊！妈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野光。自从二宝出生，我妈回农村照顾孙子，到现在已经有一年9个月了。今天她要走了，去县城找我爸爸。我爸爸在城里当保安，顺便去找份工作。 我这里有一千块钱，让我妈带去城里做生活费。妈，给你1000块钱，拿了个城里做生活费啊！我不要，你不用我想，你买10000个，我个城里我不去拿。妈，你拿了不要嫌少。找个打工的，别你们那了，你们那跟孙子一样。拿了，拿了。那个孙子送你一样。你身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 我不要了，你收起。我别了，你收起。我给你穿打工裤了。你给我钱包去了。钱花钱不给啊？钱花钱不给电猫站给你包包卡钱，让你去办个拿了看。我不要了，那个孙子送你一样。 我出门咋玩？那得10000呢，你拿了看。我不打工，别钱了，都拿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别你拿个孙子送你一样，我不要。妈，那个车还没找着好使呢，刚走么走？我好使么就回家了。上完课了，我不从天坐车。看嘛。么你这是啥天？ 拿个啥？ 我做啥子？我爸，这会儿好长一段时间才见得着奶奶了。啥回事啊？我爸，老爷子去喂头呢。 小孩子走，他娘给我爸啦，那个妹妹。时光的 你忘了插彩去了。嗯。阿宝，你长大了，奶奶走了，姐姐去上学，以后没人陪你玩了，你自己玩好不好？怎么了？阿宝，你别难过，奶奶有时间会回来看你的。阿宝。 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奶奶会回来看你的。爸爸，你不要伤心了。好了好了，乖。奶奶会回来看你的。 爸爸。